2024年巴黎奥运正如火如荼的展开，赛事高潮迭起。然而，除了选手们的精湛技艺，选手们的高颜值也是每届奥运的一大看点。今年的女子击剑赛中，来自匈牙利的21岁选手舒克斯 Lukacs 因其惊人的美貌成为话题焦点。虽然她在准决赛中落败，但她的完美五官瞬间俘获了大量粉丝，网友纷纷赞她为巴黎奥运之花。舒克斯2002年9月20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，8岁开始学习击剑术，年纪轻轻已多次在国际赛事中赢得奖牌。舒克斯在这届奥运个人赛中连续赢得两场比赛，但在准决赛中失利，无缘进入决赛。在团体赛中，匈牙利队先击败意大利，但后来在对阵日本和美国时落败，最终排名第六。尽管无法站上颁奖台，但舒克斯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不少赞誉。舒克斯虽然未能夺得奖牌，但他美若天仙的外貌成为热议话题，他的 Instagram 粉丝数急剧增加，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赞他为巴黎奥运之花，这么漂亮简直像 AI 生成的，这到底是选手还是选美冠军？舒克斯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，经常分享他的日常生活，无论是比赛中的瞬间还是日常的自拍，都吸引了大批粉丝的追随，特别是一组他在海边穿著泳装的照片，更是让网友疯狂，他的好身材让人惊叹。来自法国、意大利等地的粉丝纷纷留言示爱，我成为你的粉丝了。虽然舒克斯在巴黎奥运未能夺得奖牌，但他凭借其出众的美貌和优雅的气质，成为本届奥运的一大亮点。他的魅力和实力兼具，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击剑手充满期待，未来他在赛场上的表现无疑会更加令人瞩目，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大家对舒克斯有什么看法，都欢迎留言讨论。感谢收看 MayNews，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